吉隆坡警方成功捣破庞大的外汇投资诈骗集团，除了充公大量用来诈骗的电子器材，还一举逮捕了77名嫌犯。树碑警区主任阿米西詹昨天晚上发文告指出，吉隆坡警察总部和树碑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根据可靠情报，前天晚上呢突击巴生谷一栋建筑物，并且逮捕了77名17岁到37岁的嫌犯，其中66人是我国公民，另外11人是外国人，同时充公了86台电脑、手提电脑和平板电脑、手机和路由器。另外呢，也充公了7本护照和38本员工准证。警方相信，这个诈骗集团呢已经运作一年，以网络外汇投资诈骗国内外投资者。当局还在调查涉及的诈骗金额。那警方呢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诈条文，扣押所有嫌犯2天驻查，而他们也可在刑事法典第120条文下受到处罚。